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舒婷，今天我们在丹布尼天地的公共服务中心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夏宁，我们是这里的 Citizen Relationship Officers。野猫的话，其实你可以上网上到 HDB 的那个 website， 你可以 leave 一个 feedback。所以呢，在中间里面有一个 category 是写说keeping the pets away， 对，所以你可以写进去。其实可以在人民协会的那个网站上面去预定那个羽毛球场，也可以在那边报名课程。杂费的话，你其实可以到你家里最靠近的 AXS machine， 不然如果有些人不会做的话，他们也是会来这里询问我们啦。所以他们询问我们呢，我们就陪他们去 AXS machine， 顺便教他们怎样弄，所以他们改次就不用走到这里来了。可以啊，当然我们这个 EXS machine 呢，其实就在一楼 B， 都是24小时开幕的。你如果凌晨3点钟睡不着，那你就过来缓解，你可以。其实这里我们就六个政府部门啦，然后修电话不是其中一个啦。可是如果说你要的话，你可以到最靠近的修电话的那个店啦，所以我们 B1 楼下就有一间了。可以啊，只要你有那个智能手机，我们就可以帮你，我们就可以教你这样弄，所以下次你就可以自己去 order 了。我们这里其实有 WSG， 所以当你们进来的时候呢，就要直接走去那个 office 就可以了。嗯，我们这里有福利部啦，所以你能来这里询问。可是如果你是住在你要需要住在丹布尼跟士美，如果你是住别的地方，你要去你最靠近的福利部那边问，所以你要记得带来你那些资料咯。嗯，就是要有IC， 对，然后要有你们的 bank book， 对，然后他们最重要是可以有CPF statement， 对。所以我们这里公共服务中心其实能提供居民人一个一站式的服务，就比如说他们要来询问关于HDB 还是要 reset 新 bus 呢，他们其实可以拿一个号码，然后去同样的柜台询问这些，这样子以来他们其实可以减少时间，然后不必要再一次过排队。一开始会比较困难，因为我们需要接触到六个不一样的部门的资料，然后因为有了他们的指导，然后做工的时候也是有跟居民人沟通，这样子以来就能让我提供更好的服务。我们的公共服务中心每个月会帮助至少8000位居民，然后等候时间也是减少到50%。